号飞机六年级步伐急绝队，我哋系今日嘅 T 二，我系 T 班郑天伟，我系六 A 班嘅潘雪芬。我哋今日嘅评判员有郑校长、钟副校长，另外仲有一位评判嘉宾，佢系黄凤仪中学嘅吕月云校长，欢迎评判上台就座。自我介紹同埋對答嘅表現嚟評分嘅，你哋亦都可以投票選出一班最佳助選團，但係都唔可以投同班噶。我哋都會請老師嚟投票嘅，同學仔，你哋準備好未呢？準備好就請舉一舉手，或者揮一揮旗幟啦。我曾日奉上佳儀，成績優異。我曾經喺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率領冠軍，同埋親子運動會60米學校冠軍。我亦都多次獲得學業優異生嘅殊榮。我嘅讀書修養就係勤讀書、多思考同埋多發展。此外，我喺課外活動方面，啲小人小學咧都好重視英文多嘅學習嘅喎，不如你講俾我聽咧，學好英文有咩重要嘅地？我認為咧學好英文咧，你哋可以去外國同其他人接觸溝通啊，可以令到自己知識到吸收到人哋第二啲國家嘅知識，咁對自己嘅知識就可以增長，我覺得會好開心。我覺得自己處事方式有成，我決定去做嘅事，我一定會去做。我習認真勤奮，我想學留心，因常練習，所以我考試嗰陣已經到優良嘅成績。為心服務，在於助人，所以我每年都獲選為班長，為老師同學服務。你頭先介紹自己咧做班長啦，你可唔可以講下咧做一個好嘅班長需要有啲乜嘢質素咧？我覺得做班長要幫老師走咁一個通校通功課，而且要管理班上嘅秩序。
学习啲契机，同埋好大嘅。我好荣幸受到同学嘅推荐，成为模范生嘅候选人。我好中意认识新朋友同埋帮助别人。我中意睇书同埋听音乐。喺学校，我参加咗校园健健学，野餐入边我就系图书管理员。另外，我仲做咗公益，好大胡 A 班。当我以为我不可以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，原来在这里。学都很友善，很想接纳我，可能因为我曾经和教锤和。啊，我哋咧头先同阿介绍咧都好多服装嘅喎，唔知有冇咁服务嘅经验？咁你有冇谂过你将来咧做啲乜嘢职业？同埋点样运用到你而家有嘅经验咧？我谂我将来可能会做到一个。老师，因为我觉得我而家讲嘅普通话都几好嘅。大家好，我系吴依丹嘅余艺通，我系本年度模范生选举吴依丹嘅代表。我嘅学业成绩好好，最好嘅科目系数学，因为我好中意思考同动脑筋。我系呢个学年由中国大陆来港读书嘅。因为我觉得香港教育比中国大陆办得好，我而家参加我哋咧就好中意乐于助人嘅。你刚才咧就讲喺学校里面帮啲同学仔啊咁样，咁如果喺社会上面咧，你有机会俾咁去帮一啲人，你会选择系点样去做呢啲嘅帮助工作？我希望好似东华三院展翅，我希望可以好似东华三院咁样。可以幫助一啲貧困但係又可憐嘅低下階級嘅人，因為佢哋喺我哋社會當中係最需要幫助而去聯繫嘅。你而家呢個年紀咧，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幫到班嘅？我覺得我以我而家嘅能力，可以幫助下同學同埋老師，搬搬多下啲嘅書啊、簿啊之類嘅嘢，等佢哋唔使咁辛苦。Yeah.
調啊，你會點樣用啲歌出嚟嘅兩條？我今日要翻嚟嘅話，我會¡Gracias!